念的亲哦，真水，大美丽。那是你的面头吃，我才穿安尼给你看。啊，阿公，你看我这包包，阿公我这双鞋啊，我安尼搭配有好看吗？好看，真好看。这慈善拍卖会，较早拢是伫个新加坡办的。莫怪啦，我伫个台湾哦，拢无听过。我只是赞助你啊，嘛无啥得买。等一下，拍卖会开始，你若看到什么介意的，你就甲出去，当作小家主办单位捧场。真是嘞哦。嗯。多谢大总裁从我来家大开眼界。两位贵宾，请问有啥物代志会当回恁老婆的吗？妈，安怎呀？秀兰啊，我目睭无啥好哦，啊，内面阁暗蒙蒙啊，看袂啥清楚。你甲详细看，迄个敢毋是重点？你不是说中年不爽快，还在病院？好啦，那个查某穿那衫花的人啦，就是下头的囡仔了。那前面陪我去买衫的时候，伊看介意的囡仔呢。那经理跟我讲哦，那全台湾了都甲独独囡仔了尔，无第二领的啦。哎呦呀的妈，真正愈看愈像迄万新敏哦。我紧，咱即马点点卖出声。直接离去哦，立即让伊无话讲，哈。哎，两位贵宾，卖给我。老蔡妈，老蔡姑娘，你嘛来参加拍卖会啊？啊，你哪来遮？我来听阮新命讲哦，总裁妈今仔日要来参加拍卖会啊，就拄好个呢。我有一个朋友哦，是去拍卖会拍卖官。我就来给高管姐，就是欢迎伊哦。等姐，恁在开价的时阵，爱好我甲恁照顾。我甲恁讲哦，迄出价的时阵，讲到要什么时阵讲嘞？计数是差足济呢。好啊好啊，免讲遐尼啊多啦。我就买心情去拍卖会会场啦。慢慢慢，夹夹夹夹。哎，老嘞，阿老嘞，什么人啊？嗯。啊！头拄啊，中年就坐咧遮，万新美坐咧遮，两个老公咧乱来乱去呢。啊！结果我即摆入来，伊都无看诶。哦，你是不是超过伊出声，甲伊警告，互伊赶紧离开遮啊？哎呦，这内底灯火哦，遮尼暗，像是啥拢看袂清楚。佮再讲，来参加这拍卖会大头家，穿衫拢嘛差不多，嘛有可能是边仔个查某。坐到高新面，足相像的啊！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迄个查某穿一身衫吼，对新面陪我去买的时阵，伊看喜欢的迄领啦。啊，新面敢有买？伊是无买啦，也毋过，也毋过买嘛是会当搁再买啊。会你总讲一句哦，你安尼雄雄出现，搁出声甲阮叫，绝对都是有问题。啊，你真正玩弄我啦！我是想要拜托迄拍卖官斗三工，所以才过来遮找恁的呢。啊，结果恁敢甲我误会干呢？搁再讲，人迄总裁即马倒伫病院，哪有可能出现伫遮？免讲遐尔啊多啦，即马倒来病院哦，快有咧病房也无落知影啦。总裁妈，你等我啦，啊，你袂参加拍卖会哦。你话，恁讲找人家送啥啊？恁看啦，我来跟你讲哦，总裁伊伫咧病院，恁真正看唔着人啊啦。看到什么人啊？总裁，是安尼啦，我今仔个拍卖会哦，因为内底其中一个拍卖官是我好朋友啊，我专工去甲交关吩咐伊哦，伫落台时阵。会照顾总裁妈啦，啊，所以就甲总裁妈、总裁夫人伫个饭店、酒吧门口拄着。啊，伊说讲，
看到总裁你甲新民伫内底，而且动作不少暧昧啊，我感觉足好笑的，我就甲伊讲无可能，啊伊唔相信，坚持要当阿确定，哎，真正误会大啊！哦，这敢袂是过离谱啦？我人好好咧病，啊恁是看得鬼啊？我甲秀兰吼，开始是咧饭店哦，有看到两个哦，甲你甲新民哦足共的人啦。无要我咧想着讲，啊你着人无爽快，待伫病院的，我嘛无迄心情哦，去参加迄个拍卖会，唔通啊规气转来看你啊。啊是讲奈奈无看新民伫咧遮照顾你咧。吼、哦，遮尼晚。我想要睏啊，叫伊先回去啦。张明啊，你的面哪看起来红红？敢会发烧啊？我望看卖吼。张明的身躯顶明明都是有足重的芳水味，伊哦绝对是偷渡我这挂倒转来。哼，迄个丁慧官。伊一定是临时发出警报，让张玲为另外一边走倒转来。我拄仔传讯息予新民，问伊即摆人伫咧倒啦。伊甲我讲哦，伊伫咧转去饭店路诶，我咧叫伊随翻头转来。啊，恁会当看伊身躯穿诶衫，是毋是甲恁伫咧酒吧看诶同款？啊，若真正是新民哦，我嘛足好奇诶，我嘛想要知影讲，伊身躯边迄查甫到底是啥？张明哦，绝对是来讲白贼。我头拄仔闻到伊身躯顶有足重的芳水味，还佫有淡薄仔酒味，伊一定是头拄仔才转来。哦，对，我嘛是看伊的表情哦，怪怪嘞。我跟你讲啦，我袂看唔到，张明身躯边的查哦是新敏啦。唉，无可能啦，啊新敏即摆已经要转来啊。恁讲伊身躯有甚物芳水味？还是穿偌水，连咪来哦，你马上就知影是不是啊？丁委官，你这么临时叫我过来是要创啥啦？我拢今日到饭店啊，啊你较唔是要去拍卖会？啊，总裁嘛，总裁夫人，啊恁。哪会嘛在这？偏啊！我较早是做香氛的，把种气味哦，会当把我原来身躯顶的芳水味砍掉，变作无同的气味。这点专业我也阁有。我在这哦，我拢无闻到什么身躯顶的芳水味啊！有啦，有芳水味啦，啊，不过跟我伫内底闻的无同款。总裁夫人，啊，你是不是介意我的芳水味啊？啊，佮传工叫我倒来闻芳水啊？你差一点仔就让人误会啊啦。总裁嘛，夫人啊，就算恁娘尊总裁佮新民。是赶紧离开现场，啊，然后换衫倒转去卖床。啊，不过新民身躯若真正有算芳水味，嘛无可能遐尼紧就无去啊。所以，迄个查某绝对无可能是新民啊。若准讲毋是新民啊，莫阁张林哦，伊欺骗阮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啊。张林哦，到底是甲啥物人约会？啥？听几波，原来总裁嘛，啊，靠总裁夫人，恁是误会我甲总裁有暧昧哦。哎，我真正是跳到淡水河，我拢洗袂清啊！我无可能会做这种代志啦。你身躯顶的芳水味吼，甲他的味是拢无同啦。我相信哦，嘛唔是你啦。妈，无要紧啦，咱若是想要抓到这只狐狸精哦，去跟精品店问清楚就好啊。
啊，你不是讲迄领礼服全台湾干那一领尔？咱就去迄间精品店吼找经理，问看卖啊，中年到底是买何啥，安尼唔得好啊？哪里我问你啦？迄束礼服到底是啥物人买去的？你敢会记你伊写做啥物模样啊？下晡才买出去的，我印象真深。伊是一个真水、身材真好的查甫人。伊讲哦，伊伫咧台湾是专业的模特，今日哦有重要的场合，特别来买礼服的啊。啊，看伊的模样哦，应该是乌克兰籍的啦。哈？阿多啊？啊，不过我看伊的头毛都毋是金色的啊，是亲家比的长头毛。啊，敢有人陪伊来？无的，伊家己刷卡的啦。是安尼哦。好啦，你我了解啊，你先去忙你的代志哈。那是有其他需要我服务的所在，请唔免客气。哦，妈，真正想袂到呢，啊，中年头一届都找迄个什么阿多啊，搁乌克兰呢，啊，伊即刻嘛下一个想过大波吧？是怎样？一中年哦，是去对阿实在这个查某。伊较早都袂安尼生啊！我再讲哦，伊迄个性是安尼哦，会顶壳壳个死钉钉啦，将来嘛无想讲要交女朋友。总裁毋捌交过女朋友，哪呢？伊哪会娶？像你是一个这么少年的总裁夫人啊？啊，都啊，拄好我熟识的时阵哦，发现讲伊两个人的背离足合的，毋知会结婚。嘿啦嘿啦，啊，都八字会哈，我的八字哦，会当定尴尬的事呀，你才会结婚啦。那安尼讲起来哦，总裁妈，你来较细腻的哦。寰宇集团这么大，一定有真侪心思无正的人，为了要巴结总裁，就去牵一挂阿里不达的线，啊，用美人计来诱拐总裁，好在美女哦，找金头风。想要替伊牵生理，哦，讲这款代志，真正就失掉的呢。嗯，啊，若要牵嘛，牵一个较正常的，会晓讲台语的好无？哪会去牵一个乌克兰的啦？我唔是安尼讲啊，无得看这乌克兰美女哦，只是拍阵风。但总裁心，互伊牵到无定着的时阵，才拍一个有手段的查某接近总裁。啊，万一。啊！你若中年，若是讲心袂定，才落去卖着迄个狐狸精，啊！你是要安怎啦？奇怪，讲到狐狸精，应该是平秀兰较紧张较着啊。那颠倒是总裁嘛，第一条加紧张，平秀兰敢生气，完全无做人家哦，迄款吃醋、掠光的态度，我就想无安尼。你中年一世人，连要想的想都讲袂去交女朋友的人，想到吃老早咧幸存啦，怎样？啊，总裁嘛，啊，讲这句话的人应该是夫人才对啊，啊，不过夫人看起来卡拉拢无啥着紧的。我是咧替阮秀兰紧张呢，拢是你啦，你来看，啊，这个好台面，好台面啦！平常时啊，拢伫来中年，也是无影无紧。红师什么时阵叫用手机，你还不知呀？哎呦妈，我现在都要惊迄个什么小三呐、啊！丢伊个八字哦，跟我同款厉害啊，对不？啊，若无，嗯，什么小三啊，小五小六，我也无咧惊。你哦，唔通讲啊，这尼啊轻松啦。你若讲袂晓好好照顾你的翁婿吼，那尴尬名声你也少甲我顾一下。我是歹讲，我的尴尬哦，规尾也是臭烘烘哦，一睏啊，互你睏嘞。